过张志豪啊，发动盗垒成功。这是去年盗垒王，去年有22次的盗垒。这个球切到了在左外野方向，三名的野手过去啊，结果没有接到。现在刚盗垒成功的张志豪回来得分，哇，这个球又传到了本垒后方。周思齐现在上二垒之后，要往三垒推进了。这边上三垒，在8局的上半，兄弟上队突破了僵局啊，是1-1的平手。7局打完，8局的上半终于出现了变动，2-1，兄弟上队。今天的周思齐真是有够强运啊！2次的安打，一左一右，都是落点非常刁钻的德州安打。哇，又是德州安打！哇，这一次左外野方向的德州安打是让跑者直接跑2个垒包回来得分。哇，这是 lucky 啊！这个林志平是没有机会，就退的稍微差了一点。张志豪的跑垒是绝对没有问题。因为主要是2出局，这个球如果是1出局或是没人出局的话，要得分还蛮困难。